三点来。好，出来话这啥苹果，啥五十五年以前啊，这么贵啊？哪里贵的？五十五万年哈，五十五年的歌。啊，当然那个主唱人应该是丁磊没有错了哈。比如说那个丁磊、丁青啊。啊，丁磊啊，从丁磊啦，丁磊吼，姓丁啦，丁磊唱的。啊，这是日本就是迄个吼，伊讲啥？罗内，罗内一直带。哎，咱非常个，啦，希巴里，哦，那个谁，希巴里台语咩讲？美国人唱。啊，美国人唱唱的吼，交和三十九年的，你讲什么鬼言哦？伊讲啥？交和三十九年的唱，迄个有一个作曲的哦，很有名，在日本，那是变大变大改唱的，伊在可以讲日本腔嘛，四川招界的。是啊，即种名就出自经典的歌曲吼，我是比较爱听啊。但是有诶，即较少年的像即，像我即吼，嘛无即少年，但是吼，去看下个根本都毋捌听过。旋律听过了，但是毋知影即歌。我嘛是来遮才有。你嘛毋知影，即有都为情为何做天台吼？啊是老年。老年即代为什么我着知啊？你知着无？啊你毋知代志，代志有都为情为何做天台？你嘛知啊？你讲，你讲你毋知，拢知啊吼？我知啊。哦，啊你毋捌唱过代志着？喊你，我唱入去。啊，台语我唱袂，可能无啥。无啥。有，那有结结一届安尼呢？结结一届啊。有，那有是安尼呢，啊，有唱拢唱入去。对对对，啊，因为这个台语的歌词，它那一都是三段，哦，以前人咧做曲吼，真正做用心的，伊拢把这个歌词安尼吼，三段拢交代较足清楚的。啊，我唔知等下咱的歌词，啊，跟咱这个读个音源的时候唱的，就当时会有点出入了哈。但这个没关系，我们旋律唱对了。歌词呢？如果说它有一些不一样，完全一个写那个写的嘛，我们艺术别的吼，你有这样那个情况性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旋律你先爱来会有清楚嘛。啊，所以我咱今麦来练旋律已经是上班，你就先对话就好啊，对话来行，啊，你家己家己听下吼。啊，多一靠的困难的，咱大部分甲讲一下吼。这个歌足明显啦，探戈嘛，对吧？诶，足明显探戈的歌嘛。啊，探你看哦，探戈有的歌拢是啥物？拢是倒打半的，诶，一拍半就是讲半拍甲唱对哇，伊这是大部分拢正拍的。好嘞，咱来看一下歌词吼。罗内一代吼，这叫做为情为孝走天涯哈。你看第一句无像好唱哦，我若无看谱哦，第一句我本底也唔知影伊咧唱是安尼，你知道？结果伊是哈，是吼，是伊就一个附点字啊，啊是爱唱两个音，是，伊是安尼哦，是就顿一下，伊爱佫加一个母音后壁。啊，等下有第二句是啥物？迄个哆哦，啊，这是母音嘛，子音嘛，啊哆哦嘛，啊，等下过去就是啥物？苏乌嘛，啊，这个母音你要记得。所以很多人第一句就读倒啊，因为你无去看，哇，不了，无注意听，你就唔知影要怎唱。伊是子音，啊，甲你人，子人离开故乡，啊，这故就在人转啊，你要。离开故乡嘛，无要紧；故乡嘛，无要紧吼，是无可考。因为很多人唱嘛吼，啊，当然那个丁磊原主唱那时候录的，其实没有说很清楚啦。迄阵录音的迄个技术，较无够遐。哎，迄阵录音偌辛苦，你知道？迄一支咪咪讲有哪接呢？迄一格就是一拍一拍呢，规首来唱完了。哎，伊讲唱，哎呀，我那伊那只只叫咪，哇，头前唱唱，佮后壁唱我秘书的，哇！全部都重来啊、哦！所以那时候录音是很辛苦。今晚他变了，今晚哦，不听话接，不听话音准，不听话往上调一点点，往下调一点点，很厉害哈、哦。所以你给掏几级，一点来唱，几，你个几啊？当然啦，看伊个第一级上面，那个用伊个母音后壁所演出来个母音改唱出来，几人离开故乡，我就唱三零年故乡，我就五零年哈，伊拢我记，茫茫哈。茫茫西东呀，茫茫在西，哎，我拢唱东西，唱惯是啊西东的吼。茫茫在西呀东，啊，这就是呀，哦，这差不多要换两个音的，呀，甲东的吼，就是转大一点啦，你得换。茫茫在西呀东，安尼嘛话紧啦吼，呀东呀东都可以吼，过来，迄个叫做为爸母袂当了解了解，我就四个音尔，了有安尼落啊，为爸母袂当了解破海，吼，但这个味道很重要，
你唔好唱破海，一定爱甲这个海唱的人。破海，阮的爱，后头拢足正常，一般咱唱台语拢五音拢袂好啊。破海，阮的爱，好，来，这如果音源哈，那个有带唱名，对不对？他唱的就跟他们的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是听一下那个摘要文或者是原主唱，请一起听完哟。公益是义，公益是义，三家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带唱还是怎样唱？你知道吗？公益是三家的人，啊，所以讲这歌有当时啊，当然你要唱拢是拢会塞一档，但是我就是听啊原主唱或者一些吼就包请来前辈。而唱完呢，哦，那就该唱完就无计。啊，所以讲爱歌啦，吼、哦，当我都唱这两种版本，你来唱嘛，拢足顺的啊。但是顶嘞，哦，原主唱一起唱，讲伊是安尼吼，是三家的人安尼吼。啊，希望你我都唔知，希望你我无去听吼。这唱嘛是啊，唔是我听讲。嘿嘛，是拢爱听讲来听吼。唔是你想的暗，我听吼，啊，你啊无去就暗。别让你风光一秒就登高啊！啊，所以用台语歌呢，它歌词方面那就会稍微啊，会做大一点点。啊，其实你看动作才知道，动作是种足好的练习。哦，你来要登起来演出，拜你唱闽南歌舞吼，为了较登较侪先，咱嘛较会晓。啊，唱歌当然啦，爱看伊的开口的字，迄位歌你登无听，咱来看啥物歌哦？啊，既然这首歌比较登，好啊，咱来登一个较有诶哦。不是你想的暗，赛是安尼来啊！我慢慢跟你听哇，啊，但是转袂在这边，还较紧。不是你想的暗，赛，我就从手悬啊，好阮心上比不敢来见面。这几句哟，等下，这几句，因为你若唱伴唱机也好，还是讲我今嘛来看歌词唱，你也是讲中尾搁补回。其实我是建议不要，我们就直接给他过去。好，阮心上比不敢来见面。你若一中补句，感觉怪怪，好像刚刚不够句啊，是无？你感觉足喘的吼，直接落句，这句你家练一下吼，没问题的啦。你一句，好，阮心上比不敢来见面哦，刷到个唱个调，一句落句，试看卖吼。希望伊原谅阮是哦 ，OK。乱流，乱流，或者流，你拢爱唱流，你要乱流，你开口就知，乱流，你想要开多流，能多，那啦，哦，就我来多一点，乱流的路，哦，这个都是有转音的，路，你就按你来做看卖，你来唱路里，擦擦。哦，人家讲，哎，唱这歌就无迄个力啊。老歌当时就是安尼啊，这个转念错，因为他就是从以前的江湖上来到你看，一直是本歌你来看，一直有拢登啊，这就是硬噶。哎呀，西游歌就无啊，西游歌登到这种登过无啥同款啊，西游歌有可能速度就过呀吼，啊，过来就讲那个味道完全吼，不可以比拟啊吼，无同款啦吼，无同款物件，啊，所以咱唱这就较活硬较硬啦吼。来第一段我甲看一下哈。我看这地方甲拄只音乐同款哦，啊，甲歌这个都土同款哦，哆，哇，即马是变，如果是子音哦，即马哆，爱甲哆爱唱成嗦啦，啊嗦迄个哆，有一拍哦，哆，这个哦，这个歌这个是一个盲点哦，你若无注意，这时候唱起我唱，我够听别人唱哇，比如说我们这个。哦、主持人啊，有的会这个地方会有点不清楚。啊，我是因为我刚点曲，我就出来讲，哦，原来在唱《多听到心爱的人》。哦，这拢等你面问题啦，你就看啊，等你面来等嘛，要唱歌来等嘛，无要紧。啊，你家己做嘛，无要紧啊吼。就是这种歌，你讲的转音比较多嘛，哦，你就尽量听啊，会转就转就好。啊，但转的不要太过分。刚刚好就好，哦，你莫跟咱过头，也是讲怕人拖掉啦，啊，根本就无适合做诶物件，你甲做诶无听吼。离开故乡心茫，哇，其实你等一大个啊，茫茫。啊，搁有一个歌词是吼，离开故乡到台南，晓不晓？离开故乡到台南呢，破门顶个安尼写，啊，就是写甲伊真正我像演员同款啦。心茫茫啦吼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叫做
心内是更加苦痛，会要唱痛来听啊？痛吧。哦，啊，但是拄啊音乐唔是安尼，我咪是唱完了，拄啊音乐就是，就是安尼吼，苦痛好个吼，苦痛，乖乖，痛吼，痛。为字马苦恩，迄个字有听咧唱吼，即个较直多个，你讲为字。为字，我字，安记住哈。可是唱歌那个味道很有，足有诶。但是你可能对个所在，唱这个足大诶啦。啊，有诶未使遮大，你知道？为那可安可，这拢是长音啦吼。来，过来，迄个叫做对伊阮。伊对啦。啊，伊对阮吼，伊对伊阮嗯吼，对阮。甲阮来当对伊阮真真啊，伊对阮啊，伊对阮真真真伊吼，像咧伊对阮吼，阮也等下后者佫讲一摆吼，伊对了吼，伊对阮安尼吼，那个伊好啦，袂好啊，好个，伊对伊阮就是阮吼，伊。对阮，哇，哎，家己都要注意啊！真真真意，这嘛几句了嘿，过来。阮也对伊真意重，好，这种跟你们来话哦。意，大概唱下听。意重，阮命只过着无人斗担当。这个顿点你要找出来哦。阮命只袂着哇，嘿，你嘛出来哦。啊，但是唱的声部较大个啦，我是听你讲吼，那个顿点让你清楚一下，那个节拍就是这个节拍问题吼。阮吼对不？只吼啊对个吼，阮命只袂着，无人斗帮忙。OK， 来，迄个叫幸福的甜蜜情梦。情梦吼，变成一定爱安尼做哦吼，安尼做靠一靠啦，变成一张空，张变乌啊哦，这个台语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一个音吼，乌乌啊，变成一张吼，乌乌啊，空来第三段吼，你拢无共款的吼，输。抒情后壁会变一个乌的母音，你着用嗦啦，就是唱嗦啦吼，抒吼抒，一个音调，一个抒调，爱两个音才是两拍吼，两拍以上哦吼，抒念伊珠泪那滴过来，迄个叫做只有对天说悲，我也唔唱悲哀，我也唔唱悲哀，悲哀还是哀悲啊。只有对天说爱你，吼，伊安尼爱你，吼，爱你啦，吼。拜托着月亮替阮对伊，吼，这种爱人问的，搁起来吼，伊来表示，吼，来，同情阮兵，同情阮兵无勇气 ，OK， 来，接着说。反对父母的阻止，吼，看慢些，这个结构了吼，这个交代清楚之后，你就可以把速度加进去了。如果交代不清楚，你就不要转那么多音，哦，给你去调一下 ，OK， 还是讲转的不准，转到无准，或者连音内底你转到无准，你拢无准嘛，会怪怪哦，吼。反对父母，哦，这反啊，父啦，爷啦，吼，啊。干嘛呢？今麦就在做，今麦就在做。对，反对父母的阻止。反对的，我袂解啊！哎，这个拢唔捌唱过歌呢。反对父母的阻止，哦，这个袂过来，这个吼，哎呀，吃着做一个无情的女人。哎，这个刚刚有加几字啊？啥吼？这几刚才无啥共款咯。吃着做一个啊，这个啦。这个吼，这个无情的女人 ，OK， 还有加字的样子。心爱的就爱打拼，打拼那些呢？打拼呐，打拼哈，打拼。
唐代诗诗词，吼，所以讲这个唱歌的这个条件就是，咱就慢慢来嘛，吼，因为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你唱多了你就知道，哦，它差不多这个原理在运转，啊，你家己可能去适应的节拍，我伫最早内底拍来，你家己也出来只音，哇，安尼唱歌就足快，吼，像这你若有的歌的话，都我唱先，当然我练一下，我先我听一下。哎，旋律会了，我就可以把里面的技巧唱出来。就大家哈，一个唱歌的一个心得啦哈，大家来练就这，尽量不败哈。Yeah.